窗外，一帘春雨卷东风，真是好雨知时节。当春乃发生，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晨起，想送你一枝春，却没有听到卖花声。因为杏花还没有开，桃花也没有红，梨花还没有上枝头。等你，就为你撑起一把伞吧。不输一辈子，长的是岁月，短的是人生。不求天长地久，只想此刻就能牵住你的手。风雨飘摇，千里迢迢，能够握得住的才叫幸福，能够及时陪伴的才算真实的拥有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